睇下啲酒啊，呢只咧叫做 Magnotta 加拿大酒，呢支应该都系好少少嘅酒嚟嘅。嗱，我睇睇呢一支啊，睇埋个樽盖最紧要。再睇睇呢一啲，逢系一个盖一个铝盖嚟，一扭哒哒哒咁啊，拧得开嗰啲咧，都系渣嘢嚟嘅。呢个咧有个石子啊，金属纸咁包住啦，搣开佢，然后有一个水虫质嗰啲咧，一般都系好啲，因为水虫咧系一个贵嘅材料嚟啊嘛。在歐洲那邊咧，喺棵樹度撕個樹皮，然後雕琢個樹皮塞入個樽嗰度，就係變成一個樽質咧。個樹皮值錢啲啊，咁純一個鋁蓋啊 cheap 啲嘅，所以水蟲蓋啊。是有翻唔上一價值，咪配翻啲貴少少嘅酒啊！所以一睇個嗰樽酒點樣擰開佢嘅，就知道平定貴嘅。